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自动闯光搭接着真的是创举了。随着时代进步，科技也越来越发达，但一旦失控，反而会带来不便。比第一季规模更大、更失控的寒星地带逃脱任务二，透过模拟各种突发状况，刘在熙、李光洙、全宇力想尽办法在4小时内生存下来。 把僵尸比喻成病毒，就像在疫情肆虐中，人们努力守护自己的性命，用带点恐怖却不失趣味的方式呈现，让人相当有感。说到惊悚，由最年轻的白想时候所主演的《恶鬼》，可是绝对不能不看。 被恶鬼缠身的女人和看得到恶鬼的男人一起揭开连串可疑死亡事件，惊叹了一人分饰两角的精湛演技，让恶鬼一播出就空降收视冠军。至于迎来大结局创16.8%收视新高的《浪漫医生金师傅3》，一步步完工的梦想蓝图，10月1月晚上中心，最终竟遇上森林大火来袭。金师傅爱徒们会怎么面对还没跟上的，得赶紧补齐进度。 那个男人回来了。山缪吉克森饰演的尼克弗瑞在秘密入侵中发现可以变身的史克鲁尔人，打算侵占地球。导火线竟是自己未兑现的承诺。暗黑气息浓厚的谍报片，紧张又刺激，就算不是漫威迷也能投入享受其中。 宇宙中的元老要角尼克弗瑞终于拥有自己专属的影集，看他如何在秘密入侵中解决和史克鲁尔人之间的问题。而另一群曾为同窗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则在悬疑惊悚迷你影集《联邦凶杀案》里，应对被人工智慧改变的司法系统，找到正义、人性本质以及选择带来的结果。神秘武金行，困难我来办。 阿基拉、王阳明、温升豪、何浩晨、王彩华、蔡昌宪，肖像卡斯主持的《神秘武金行》，跟着职人学习水电、木工、油漆等专业技能，协助需要帮忙的乡亲朋友们。另外，包括日本科幻动画《天国大魔镜》在内，无论是综艺、戏剧还是动画，日韩、欧美、台湾各地类型 ，Disney Plus 都有伴你度过炎炎夏日的好选择。外角综合报道。